主内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带领我们今天的机会，我们今天有很多美好的诗歌的分享。我们知道诗歌是用来赞美你，也能够回应你对我们的恩典。主啊，将这个讲台的信息交托在你手中，你亲自圣灵与每个人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非常非常的荣幸，我今天能够传扬信息，也能够一起来施情，这是既美好的一个事情。谢谢诗班给我们非常好的那个奉献诗赞美。今天是圣业主日，那我们教会很好，就是有每一年一度的就圣业主日的敬拜。那我常常用一些好像专题一样的信息来传扬神的信息。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只用英文，所以我等一下中文是我自己翻译的。他说 ：“Next to the word of God, music deserves the highest place.”The gift of language combined with the gift of songs was given to man that he should proclaim the word of God through music. 我希望的翻译是正确的。他说，音乐是除了神的话可享有最高的赞美。人的言语借和诗歌的恩赐是神赐给的礼物。让人能透过音乐来宣告神的话，哇，这句话讲得真好。马丁路德不但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他在教会的音乐历史里面有很大很大的贡献。我也很喜欢他所做的音乐。他也说了一句话，说除了神学，我最提倡的就是音乐。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们尊敬的唐崇荣牧师，他是一个很好的牧者、宣道者，他也是一个音乐家。他曾经说过，音乐是所有艺术里最高超的。这句话讲的实在太好了，因为艺术里面，我们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艺术有绘画啊，我很喜欢去画廊去看画，特别是印象派的画是我的最喜欢的，还有雕塑，还有建筑，还有文学、戏剧、舞蹈和电影，这些都是艺术，但是音乐。在唐崇荣牧师里说，是所有艺术里面是最高超的，因为音乐是抽象的，摸不到的，只能够听到感觉，它是善于表现和激发感情的一种艺术。音乐欣赏是极富想象力的，想象力啊，好的音乐可以画悲伤为力量，有时的音乐真的是振奋人心振奋人心。在士兵打战的时候，他们在打败战的时候，忽然间士兵们一起唱起他们的战歌的时候，他们激励起他们的再次的雄心，激励他们的士气，能够反败为胜。所以音乐是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因素。但是是很抽象的，很抽象的。简单的说，音乐是包含了三个元素。第一是旋律，或者是主旋律 melody。
第二是和声，是 harmony， 然后是节奏，是 rhythm。那我就做一些简单的示范，我给大家，因为只讲就听不太明白，好，我来请做一些示范。我们来一首，就简单的一首，什么是主旋律？弄得更好，就配上了 harmony 和声。哇，声音就更美了，就和声。那和声里面就有和弦，和声的。和弦，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所谓的大调的和弦啊。刚才我弹的都是用大调的和弦，就是 major chords。那大调的和弦是英国人比较喜欢用的啊，他们就是大调的和弦就变成很庄严、很亮光啊。那东欧的国家喜欢用小调的和弦啊，小调和弦就变得很优美。而且会有是那种伤感的感觉。我先用那个大调和弦给弹给那边。那如果我们把它弄得更优美一点点，我把那个 F 的大调和弦改成。A minor 就是 A 小调的和弦，就会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变成了很优美，有点悲伤。接下来就是节奏，那我们给它。那节奏就是只是拍子，有快慢，然后就给人家听了会觉得快，就一种很兴奋的感觉。的音乐课啊，希望有机会能够给大家一个音乐课啊，讲得清楚一点点。那音乐靠做旋律、和声和节奏，弄出更漂亮的音乐，更偏漂亮的音乐。那如果把诗歌加上了文字或者是歌词，就成为或者 lyrics 就成为了。圣诗、赞美诗，音圣乐跟音乐有什么不同？圣乐是包括了有在音乐里面传达神、上帝的信息，同时也是对神的赞美、对神的回应、对神的爱、对神的感恩。我来解释一下圣乐到底有什么意义。第一，与神交通，与神交通。我们看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你看，上帝把那个话语用透过圣经传达给人，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跟神交通。但是我们是用什么来回应呢？我们可以用祷告，也可以用
这个也可以用祷告，还有 songs of praise 来回应那个。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经节，出埃及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三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个是当时摩西带领在很痛苦的埃及人在埃及受苦很多年，结果他们渡过红海，那个时候渡过红海之后，他就跟他的姐姐，他的姐姐叫米利安啊，就是 Miriam 啊，就唱这首歌来赞美神给他们的拯救和荣耀。所以出埃及的第十五章就是摩西的歌，也是Miriam 的歌。第二，为神做见证，要见证上帝的荣耀。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佛四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你看，圣哉圣哉圣哉，是来歌颂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传统圣诗里面，我们唱什么歌，圣哉圣哉圣哉，千人大主宰，清晨欢夜歌颂，高声颂主神恩。大家都很喜欢这首诗歌，对不对？尤其如果你在大座堂的时候，有一个管风琴来伴奏这首歌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是一个。所以这圣宴是不是要见证神，在就好像这个天使唱作圣哉圣哉，圣宴也是要传扬神的福音。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如此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啊，我们就是门徒。那我们信徒要传扬主的福音，有时候我们是用唱诗来传扬主的福音。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用诗歌来传扬过主的福音？你们用什么诗歌来安慰人？昨天我跟我太太、跟师母、跟我的孩儿、女儿、女婿，还有我的孙，到了我岳母疗养的地方，我们庆祝他91岁的生日。哇，91岁！李长老、长老娘都认识他啊，陈长老都认识他，91岁。你还记得一个月前我要求大家为他祷告吗？的时候，我到医院去看他。我不能够用，我跟他讲话，他已经失忆症很久了，很多东西都忘记了。那我用一个方法，起恩典何等感天，他眼睛开了，跟着我一起唱。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我们真的是用诗歌来感动，比我们的话语更感动。他很多东西都忘记了，他就记得起恩典这首歌。所以我说，我们要向神来为他传福音，不但用话语，也用诗歌来放。第三，向神来献祭。历代志下第五章11到13节这么说，
当时在那里所有祭司都以自洁并不分班共治，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西曼、耶都都和他们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打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打各用各种乐器赞扬声赞美耶和华。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银充满，那个是时代的时候，利未人是所很多的祭司在那边唱。古代的时候我们用献祭有三种祭啊，燔祭、平安祭和素祭。那个时候献祭给上给耶和华，现在这个时代有没有献祭？有啊，刚才他们就献祭了。诗班的每个班员都是祭司，诗班的班长都是祭司长，所以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就是把献祭献给耶和华。我们以后要穿回我们的诗袍啊，穿回诗袍啊。以前我们都穿诗袍呢，为什么要穿诗袍？为什么牧师要穿牧师袍？因为要遮盖原来的身份，班员是祭司啊。我们在社会上，也许你是一个很贫穷，或者是无恶不作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很好的在社会很有地位的人，但是来到神面前，你的罪被神赦免，你穿上你的丝袍遮盖你的罪，将最好的献给神。所以诗班班员要在把自己的工作当作是重要的。好几年前天津诗班来到我们的教会唱歌的时候，来现场的时候，那时候我是音乐总监，是我接待他们。他们很出名。他们来的时候有好多的班员，就本北美的天津诗班班员，有的住在加拿大，有的住在洛杉矶，有的住在这里。他们就来这边这个大礼拜堂来做演唱会的时候，那我很期待，哇，他们这么多人来啊，一开始来练习一定是很快很紧张，今晚就要练习了，今晚就要练习了啊，今晚就要演出了。可是奇妙的是，他们来的时候我进去看，他们十几二十位很久没见面的，他们打开圣经，在那边做灵修祷告分享，然后才做弥合式。所以诗班班员我们要好。我接下去了哈，在过去的圣业组织里面我用过很多的这个，我记得我的信息里面也讲过传统圣业的弥赛亚的弥撒起，还有韩德的弥赛亚，还有这个海顿的神迹这些。但是音乐发展里面，今天我要讲一个不同的。我们音乐发展的音圣乐分类型有第一，有传统圣乐，就是我们的古典出的，还有 hymns 是圣诗，我们常常唱的传统的圣诗还有 gospel song 福音诗歌。今天我要讲的是 spiritual songs 啊，然后以后我有机会我能够讲现代基督徒音乐，就所谓的 CCM 啊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好，因为在以弗所书我们刚才所念里面的经节是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 Speaking to yourselves in psalms and 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 singing and making melody in your heart to the Lord。 所以在这里面看到有 spiritual songsSpiritual song 再是所谓的灵歌，那今天讲的灵歌基本上都是黑人的灵歌啊。
黑人的灵歌。在黑人的灵歌里面，在16到19世纪的时候，当欧洲的殖民地从非洲运很多的大批的黑人的奴隶到美洲的时候，很多都到了美国来，他们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和剥削的环境，就产生了黑人灵歌。在18世纪中叶的时候，狂热的宗教风潮横行的美国，基督教一个教义就是说人人平等，吸引了很多的黑人，你知道吗？在1820年，有6万个美国黑人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个时候，黑人灵歌就是 Black Gospel Music， 或者是 Black Spiritual， 就开始引入到这个教会的音乐里面。最早期的时候，黑人的灵歌是怎么样开始？是当他们被运送从非洲到美洲的时候，他们在船上的时候，很多都在船上唱的，因为他们那种空虚、非常孤单的感觉，非常恐惧的感觉，还被迫害的感觉，还有那个向往做不能够回去我的祖国，还有向往那边的食物，所以他们就唱出了黑人的灵歌。然后呢，黑人灵歌也是因为许多时候他们要娱乐百人的水手，他们就表演了唱歌。所以很多人说，黑人为什么有这么好的音乐的素质，很多时候是从那边开始的。他们有很好的节奏感啊，很会摆动身体，既富有感动的波，还会唱出非常美的声音。2019年，我跟师母还有梁传道，我当中看到 Thomas 长老在这里啊，我们去 Baltimore 去美国总会参加一个黑人牧者的机会，我有幸带领他们唱一些歌。我那时候很担心哦，因为黑人跟拉丁裔的牧者的音乐感受上，我们来看一个视频，看到他们怎么样兴奋的那种节奏感。所以你可以看到黑人的节奏感兴奋，他们很自由，很豪放的啊！你不要看他们这些人，好多都是大教会的牧师，很多是音乐博士啊，哪是那个神学博士？但是如果我们中国人神学博士可能会很严肃啊，那个感觉啊。但是他们在讲台上的时候讲到信息非常的有力，但是当在唱诗赞美的时候，他们都好烦。后来这些黑奴呢信主之后，他们就开始在百人的教会聚会，开始的时候是百人跟黑人分开聚会的，所以他们就用 Psalms 就是赞诗篇还有 Hymns 来唱歌。一直到1770年，黑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
到十八世纪末，他们用赞美歌加入他们的所谓的民间的曲调啊，就是 folk tune 啊，加入进去灵歌里面，可以让他们自由的表达心中的感受和无拘无束的自然的反应。直到十九世纪，有很多的所谓的淫会，就是 camp 啊 meetings， 黑人灵歌就兴起了。主要是以奴隶的释放的内容做根基，音乐则用农村的音乐，有时在田间，在劳苦的时候所写的音乐。很多灵歌都是用释放的那个信息来唱，所以他们对摩西、但以理、耶稣亚和大卫，还有启示录，很多的那种释放的信息都放到灵歌里面进去。而且你发现黑人很喜欢做一种起应式的啊，比如说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或者是I love Jesus, 他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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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种起应叫做 call and response 的一个音乐啊，音乐然后还有你会发现到黑人喜欢用喊叫呼喊啊，来释放他们的那种对音乐的赞美。但是非洲音乐是既有自由极高的自由度和弹性，合唱的内容很容易掌握，但是独唱的部分很容易自由发挥。所以你会常常看到他们用拍手或者是脚打，我们中国人也是拍子是一二三四，对不对？但是他们喜欢用后方拍一二三四啊，所以变成他的这个节奏感很不同。好，今天我要分享四首黑人灵歌啊，时间可能会多一点点，不过你们相信你们会觉得很精彩，应该不会觉得太长啊。有好多好多的黑人灵歌，我今天只能够写四首。第一首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When Jesus was My sins away。 听过这首歌吗？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啊。七十年代黑人灵歌忽然间热潮起来，到了日本，到了东南亚。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七十年代的时候。Oh happy day 啊，这首诗歌是黑人福音诗歌歌手 Edwin Hoskin， 他在1976年的时候用英国的牧师 Philip Dorridge 在1775年所写的圣诗改编的。Oh happy day， 这个是讲到受洗之后的喜乐，很奇妙。我们在过去的礼拜二，我们的一对一的信仰的课里面有七课，刚刚最好讲到第七课啊，第四课讲到受洗。后来我们就讲受洗啊，好多的弟兄说受洗的喜乐是什么？受洗是当你的罪被洗净的时候，When Jesus was my sins away 的时候，哇，这个就是那这首诗歌是起自《使徒行传》第八章第35节到36节，腓力就开口对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福音。这个他是指那个太监。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那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你看，太监一听到福音就说：“我来洗礼了，那边有水，你就帮我洗礼。”好，我们来看，这个是南非青年合唱团唱的《Oh Happy Days》。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oh happy day.
将我们的最喜庆的时候 ，Happy Day， 哦、oh, ，Happy Day， 哇，那种释放，那种释放的那种喜乐，在黑人里面可以听得出来，啊，你可以看到刚才有两个 call and response， right？ 哇，有，好像起音这样，然后还有尖叫的声音，啊，这个是黑人的传统。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g fo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oh sweet chariot, coming for to carry me.哦，这首歌是非常非常有浓厚的非洲美国人的音乐的气息。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看过那个时候的social media 这些 media 都不是很盛行的时候，我却曾经听过一个年老的黑人坐着千秋。然后就唱这首歌，他说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g fo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g for to carry me.”这首诗歌作曲的字词不知道，歌词的作者是 Wallace Willis。 在19世纪有两个音乐团体叫做 Handel Singer 和 Fitz Jubilee Singers， 把这首歌唱火了。这首诗歌是以死亡来做主题。弟兄姐妹，我们害怕死亡吗？很害怕，好多人很害怕死亡，做了基督徒还是很害怕死亡。可是在这里是说，在天上的荣耀在等着我 ，coming for to carry me home， that's a glory home 啊，在那边他唱，基督徒相信人的灵魂会超越死亡，世上的痛苦。将安息在那天上的美家。这首诗歌是用以利亚，你知道以利亚曾升天吗？啊，还记得吗？是坐火箭上升天吗？还是坐直升机升天啊？来看一下那情节在哪。他们正坐的时候，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各开，以利亚就趁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我再不再见他。这是讲到以利亚乘着旋风升天到那个荣耀的天里面，黑人受到很多很多的逼迫，世界上好多好多痛苦，他们觉得离开这个世间到天上美家是更幸福的。我们来一起来听这个唱的法不太一样，是比较轻松，你们可以跟着一起唱，好不好？Coming for
喜欢这首歌吗？很好啊，啊，天上美嘉，坐坐那个战车到天上美嘉。他讲到叶丹河，讲到叶丹河，讲到很多的天使带我回家。有时我是 I'm down， 有时我是I'm out， 但是我知道我是往天的路去走，非常好的歌。下一首。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Oh,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someday. 这首歌你们一定要听过啊。当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要不要把这首歌放进去里面，因为它太出名了，但是也太大的政治色彩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黑人灵歌，原来是一个福音诗歌，但是在1959年开始成为了民权，就是 Civic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就成为了一个 protest song， 就是每一次到示威的时候就唱 We shall overcome, we shall overcome、啊、那 overcome 什么 overcome 那个不平等的待遇、啊、那里面所以这个诗歌里面我们今天讲到两个马丁路德，第一个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现在讲的是马丁路德 King，马丁路德金，所以不要那么乱啊！一个是宗教改革家，一个是马丁路德金。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We Shall Overcome》，马丁路德金的演说，然后再看他们示威的时候所唱的。We shall overcome.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Though I join hands so often with students and others behind jail bars singing it.We shall overcome. Sometimes we've had tears in our eyes when we joined together to sing it, but we still decided to sing it. We shall overcome. No, before this victory's won, some will have to get thrown in jail some more, but we shall overcome. Don't worry about us. Before the victory's won, some of us will lose jobs, but we shall overcome. Before the victory's won, even some will have to face physical death.But if physical death is the price that some must pay to free their children from a permanent psychological death, then nothing shall be more redemptive. We shall overcome. Before the victory is won, some will be misunderstood and called bad names and dismissed as rabble-rousers and agitators. But we shall overcome. And I'll tell you why. We shall overcome because the arc of the moral universe is long.But it bends toward justice. We shall overcome because Carlyle is right. No lie can live forever. We shall overcome because William Cullen Bryant is right. Truth crushed to earth will rise again. We shall overcome because James Russell Lowell is right. Truth forever on the scaffold, wrong forever on the throne. Yet that scaffold sways the future.Behind the dim unknown standeth God within the shadow, keeping watch above his own. We shall overcome because the Bible is right. You shall reap what you sow. We shall overcome. Deep in my heart, I do believe we shall overcome. And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go out and adjourn the councils of despair and bring new light into the dark chambers of pessimism. And we will be able to rise.From the fatigue of despair to the buoyancy of hope. And this will be a great America. We will be the participants in making it so. And so as I leave you this evening, I say, walk together, children. Don't you get weary. There's a great camp meeting in the corner. We are not afraid.We are not afraid to
这首诗歌We Shall Overcome 虽然有很多政治的色彩拿来做示威，到全世界的很多示威游行都用这首歌，但是如果我不把这首黑人灵歌包括在里面，我就觉得有点不完整。所以一个很好很好的黑人灵歌里面唱到的说 We will walk hand in hand， 我们要跟百人手牵手一同走，来建立一个合一的社会。 We shall live in peace， 我要以跟百人和平相处，成为一个合一的社会。 We are not afraid， 我不再害怕得到不公平的经历。所以 We shall overcome 这首歌非常好。最后一首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我们等一下就要圣诗就要唱这首，而且我刚才在前奏的时候已经唱过。亲爱主，牵我手，建立我，领我走，我疲倦，我软弱，我苦愁，经风暴过黑夜，求领我进光明。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庭。那这首歌是其实黑人灵歌里面有两个作者，一个另外其中的一个作者是最出名的，叫做 Thomas A. Dorsey，他这首歌是写成证明是最好的灵歌，传扬着信心跟希望。当这个作者每次写的时候说我每次写的歌是要把人从的心灵从记忧伤里面把它带起来，把它高升起来，我写的歌是关于盼望跟爱，我写的歌希望大家能够唱，能够把爱展现出来。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这首诗歌这个作者是失去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之后，经过很多的忧伤痛苦的时候所写出来的，描写着他对人对世界的疲乏，阴沉的厌烦的，好像风暴，好像晚上，是他对人生的写照。我今天在播，我们等一下我们在深色的讲，我们但是很多写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唱得很好，但是我最喜欢的是猫王唱的Elvis Presley 所唱的，但是没有歌词，你们就听一下猫王所唱的，来感受亲爱主牵我手，我们就可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Lead me on, let me stand. I am tired, I am weak, I am worn. Through the storm, through the night, lead me on to light. Take my Precious Lord, lead me home. When my way grows dreary, Precious Lord, linger near. When my life is almost gone. My cry, hear my call, hold my hand, lest I fall.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ve.disappears
and the night draws near, and the day is past and gone. At the river I stand, guide my feet, hold my hand,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ve, lead me home. Precious Lord, take my hand, lead me home, let me stand. I'm weak, I'm worn. Through the storm, through the night, lead me home to the light. Take my hand, precious love.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带领今天讲台的信息。主啊，借助黑人所写的灵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那种无助，那种悲惨，其实在心灵中感到神的爱，神的激励的时候所写出来的。主啊，希望这些诗歌能够帮助很多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父神上帝的慈爱，以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远。